是我这枪要你命，你已经死了啊！哎，怎么有这个？好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对面组合，有一个大刺客，这个螳螂的胜率蛮猛的。他以前是玩 AD 的，但自从他开始玩了螳螂之后，胜率就起飞了。最近五胜一败，神秘的玩家。对，我是没有角色池这种东西，我的是角色海啊。你只要念得出名字的角色，我全部都会。可以啦，蝌蚪是可以活在海里的，不然青蛙怎么海边那么多？以前去海边都会捡一些青蛙，捡一些那个螃蟹啊回家。上路有两颗红宝石，哎，啊，中路全称 MP 了，啊，大家的出装都好有创意哦。好，特朗德准备要来下路带斧，我觉得带斧成功率应该是不高吧，有点拼。黑盾，漂亮，兄弟，盾得好。再见。黑盾稍微有点慢了。好，现在比数4-3，对面螳螂也来到这里了。螳螂要打赢特朗德，哇！啊，竟然赢了！他竟然打赢了。黑盾来，黑盾来！我要相信他的黑盾啊，他一定可以在关键时刻给我套到了。面板登场，我就是可爱的 Z 子。怎么感觉摩甘娜好久没 Q 到人了？是错觉吧？我们好像很久没有给对面一个巨大的伤害了。好，对面中路开始靠过来，哦 ，nice 啊 ，nice，Q 到了，对面脚治疗了，快退快退，对面中路来了，哎，还有螳螂，哎，还有个螳螂呢。比想象中的猛一点，直接啊用火炮啦，伤害比较高。我们这一场先用火炮，不然飓风剑推太快了，我怕直接把塔点掉，那就不好了。这个面板可爱吧？打英雄联盟就是要用这种可爱的东西啊，这样打起来才稳。咔嚓！给他死！哎，漂亮漂亮，闪现普攻 ，nice 啊！不过我觉得可能是会烫死的。再推再推，不要怂他，他打不赢我们的。咔嚓就死了。螳螂来了也不怕，我会吸血。螳螂到的时候我已经满血了。好，满血了，快走！咔嚓！你已经死了，回满喽！哦，这里又看到特朗德在咬螳螂了，特朗德很凶哎，但是对面的螳螂跟鬼一样了，502，嗯，有杀气，有杀气。螳螂来了，是回枪，你可以回家啦，大家可以回家啦，我推他下塔。征服者是现在最痛的一个天赋了。嘿，路都封起来了啊，你还敢跳过来，哇，很得意啊，快跑快跑，楽しかった。一起买装喽！哎，打中了！他竟然打中了！给他死！啊！阿卡丽跟鬼一样！快给他死啊！阿卡丽在修。那阿卡丽应该会死吧？可惜第一只哈德比克。
可惜第一只哈德提克。啥？哦，这首歌，不错听啊，不错听。这个五年前的歌了，我有听过啊，我听过啊。《神剑闯江湖》主题曲嘛。是我这枪，要你命！你已经死了啊！怎么有这个？你已经死了啊！怎么有这个？怎么有这个？我的妈妈咪呀、啊！我们这里出一个很康特他的装备哦，就是他要叫啥了？泡泡啦，出泡泡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有泡泡的状态下，他是没有办法，他是没有办法熬过来的。我们家的眼也太多了吧？他戳到我了，惨了！哇，瑞斯叔叔要开多了，我们能躲远一点，我们是一个狙击手啊，我们是一个狙击手，千万千万要等那个螳螂出现了我们再射他，螳螂也就912嘛，螳螂是有极限的，他再怎么样也是要两刀才能杀人，他至少要普攻一下 Q 一下，我们可以稍微走位一下让他 Q 不到我。好想回家！螳螂怎么在这？加到了！瑞斯使徒开舵，哪里冒出来了？怎么有个螳螂？我的天哪、啊，出大事了！他听到了我的愿望那他刚刚到底是躲在哪里的？没想通啊！没事，没事，再躲远一点，我们再远一点，我直接夹子放自己脚下，去死吧！没死呢。噜噜噜噜，不灵不灵，哒哒哒啦啦。卡利怪妞嘟嘟嘟嘟，冰巴拉浪，你过来啊！过来了呢，太凶猛了，刺客，冰冰，啊，抓起来呀、啊！